定有人搞泡沫吧？你搞有你搞泡沫吧？哦，我没有，没，哎，一百块不完了。
在你们这下，我你把这车你搞崩了。我报告来，我报告报来，能包来能包百五块来。来家等你来。来我报告附近能包百五千块。还好奖金也无啊了。哎，够我。哎呀，我都拿呢。好，真快了嘞。还做人还问两包百五啦，最后一个啦，最后阮两个百五方，一百五，无人来哦、喔，够细来，够钱，够钱，够钱，够了，够啦，有蓝山，无蓝山咧钱换来，算是啊，你换钱来啦，对面隔壁前路左右来算啦，他们赚钱太少，伊咧当官啦，我只西人地无错。袂带我袂坐好无？袂带我袂坐。爱食啥个我少食。这两地、这四地、这六地、这八地、这十地、这十二地拢我来了。卖五百，卖四百，先来。三百，上来我三百块了。如何走？爱着两地、四地、六地来，八地来，十地来，十二地三百块啦。还再去坐？三斤你就有够啊！咱到中我爱坐。我无坐落来，我无坐落来。这个我。食过你买买落啊？哪个？贵啦，三十五啦，行遍啦，二四六八，再来十二，第个三百块钱卖，一袋白带伊剩无三十块啦。哎，我先来三百块头前，我一个啦，二四六八，十二来三百块啦。哎，你在这里在啦？够啦，要白带伊无啦？白带伊三百块，还有没有人要？没有了、哦。大家好，我是军人，是吧？是吧？不是吧？啊，你先给一百先卖，一百块。来，我身上都带五十的，干嘛？你师傅伊要啦，来师傅。我要求带十要啊。我一袋哦，你两袋哦，你三袋哦，你四袋哦，你五袋哦，你三百块，一袋够三袋，三百块。哪有东兴市场算好卖的、啊？三百块一袋五十块，都无人买哦，三百块啦，无人买，谢谢，感谢阿弟阿婆啦，走啦。多谢啥？百几粒电线哪有人买袂？哦，你转去你还要用这，你用吹，都拢会使好用。接下来我好要请超过五百块，少一个要开五万就四百，三百，咱来无三百块啦，你看这少一个三百块三百块啦，三百。再见。哎，现在百一个人还无三百块、三百块。哦，去给你三百块、三百了嘞，三百块了，三百这堆三百块无人来哦。现在现在的，无人来好嘞，谢谢。还不可以啊？到了，这边到了。不可以啊？不可以两百块嘞，给你两百块嘞。好，谢谢。啊！这海鸥啊，这无人要吃哦。鸥嘞，哎，我招两个人去钓嘞，我要吃无人来，咱做咱带咱个小手皮出来。我最后我问一解啦嘞，两个人去啦，这来五百买有平底，我买用开五百就四百，三百有人来有三百块啦，两百，现在两百块钱。哎呀，还要带两个？来来来，两百块。再攒点钱，想到我啊！这苗不得了，你我有水无水？你啊！哎，大条，来了，再贵贵，别问我贵贵嘞，两百，这里两百块，两百块。海公啊，一个进来，这海公啊，个人来问两百块，你等下搞用吹掉来，两百块。这个钱，这个钱来来来，两百块。还是平时的，我等下过去聊嘞。好，来先。还是平啊，这平来。要不要？哎，两百块了嘞！哎，好，你又好嘞！哎，个人爱卖两百呢啦，我爱卖两百，我都敢卖了，再贵卖了啦，等于一百箱的加十包剩。哎，两百个啥？还收钱包的落过来了？来来来来来！哎呀，行我哎，哎呀行我，
上来两百块了。二人来无啦？两百个，无啊吼。无人来收钱不要紧的，还不过食啥啦？这嘛搁添五啊八呢。哦，要死，原来五啊分百种。每年好不？来柳叶油啊嘞。你柳叶油两百，这分两个哦。有淡淡的，我看老杨那边看一分吼。这应该有啊，我看卖。这分两个是有淡淡的哦。哦，这种皮用钱的，你话话，就一人起来，爱食剩的啦。不用开多，就是反正那三百块你买有哦，我用。好 ，OK。我连刚买来啊，只要来两百块，就借两百块有人来。柳叶鱼四箱共两百块的，有两个呢。好，这个我包一份起来哦。你食五鲜饼好了，等下了喂。两百无人来哦，腰鲜这两百块无人来，无人来恁个可能丢了。我等一包，等一包洗洗啦，这无就袂一摆。无几下边敢搁有？无啊，无啊，老杨有鲍鱼没了。我咧摆盘，你也看有啦，我要来收啊啦，我差十点外，来收。还弄好去。都八几来遐？对，八几来。昨天桃园厂哦，我那只要三百块。昨天桃园场，你不觉得我在我的椅子不一样吗？我吹都掉。三百块，谁谁谁，做那么歹一样？无啊吼。哦。那个你买啥？牛尾鱼两百。那个三百。好。你看的还没有来啦，这黑的蓝有人要吃啦，够啦，哎，两百块都够，还有沙发，不让我不让帅儿子休息，要吗？一直改吃，一直改吃，要吗？这有蛋哦，有哪个不切给你看的？这上面难道没有的啊？来来来，还有人要留一百，爸知道吗？沙发够不？文哥就啥？我啊，甲通过苹果以后来两百块啦。老杨经过来，要休困啊？胃一长要了胃。哎，迄个带现带现，冰箱拢买好啊，都紧出现啊。要拖咧拖，辛苦几时？是咧拖啥？带现。别以为我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有在看我拍的。一包一包来。陈姓人，不要以为你不说话我就看不到你哦，我有感应到你在线上。我。我个人买无，恁两百块尔，个人买无两百块啦，搁两百块。无人买好啦，无我唔知你要食啥好啦，搁来收哦。买啥物？你听我甲我讲。我要一包鹅啊。鹅啊，一包好啦。来。我细鱼来搞。谢。两百块，一百无，来咯。还够夹鸡啊！来，你两个夹鸡在搞讲啊？两百块，我要一百，不能关。好，哎，这样，这样，这样，我准备看过来，看看过来。哎，两百块，还有几千块啊？两百，两百，两百。哎，你三百，我两百。全部呀？没有。哦，他们你讲要全部。六百。刚买这三百块，我包人来。五百块呀。这要结无人来哦，五百块。啊，过来，你要搁食啥啦？我唔吃了。东西的要吃什么？我打到了两包。
没有，我喜欢做轻松的工作，叫卖的工作不适合我。有一千，你有一千钱的包店牌的。今天在嘉义啊。我说过了，如果我真的开黄昏市场的场子的话，就是赚零用钱而已，我不会很认真卖。还三百块的，三包四包的，五包三包的，还再弄我你三百块。在咧甲你念嘛，你阿公。在咧念嘛，你。在咧甲你念嘛，你阿公。是啊，老我背了你啊，你。要什么？没有，我不缺小的，我缺大的。买的。四百就是。我缺阿姨来找我，让我不用的。买光光。买光光好了。家人买三百啊，家人。三百块。那差不多啊，就对啊，大就对啊。背包很贵啊，检查。应该没，应该没。这个会有。无啊，快买到。哎，真的没了。哎，还真的没了。三包还能吧？钱花完了，开心了，可以回家了。今天在哪里？明天在。哎，这个吧，明天到啊。明天礼拜五第五市场。包红包了，爸。五百。别骂起来，站起。对啊，不想努力的，有没有阿姨让我不用努力的？要三八。要千万对。弄三。有钱敢包能包了。嗯。还叫拜嘞。哎，有一圈就能帮我包一下。OK， 好吧。好，开心买完，开心回家，拜拜。哎，这很闹哎。怕啥子呢？我嘞，我嘞，他先买我呢。这边开始都给人家进去了。大锅牛肉。哎，有一圈找到，包起来可以了。哦，那边有。你找得到再说，会不用到。老板，这句也不软的。买三八。直接新加三八就卖了。哇了。三百块了。哇，三百。多只哎，三八。我两个哦，这三百块。这三八。我就下了，走，有一千五啊，两包我来，还能包空，办，不能包嘞。我这个好点多。我不敢买哦。大概行。阿爹阿爹我阿姨在街上带一个回家，重点他要让我不用努力啊。讯号不好，这两天讯号会不好。可以有啊，三地公办了。
会跟条件谈好都可以有。好啊，一包一包。虽然变瘦了，但是距离我的目标体重至少还有15公斤呢、啊。来，穿衫底。有啊，要不你穿给地啊？当真当真，非常认真，条件谈好，什么都好谈。绝对不会太瘦，我初期是先让自己瘦一点，中期就开始练肌肉了，然后尾段的时候是把肌肉练出来之后再加上线条，看看能不能恢复那个二头肌17寸的那个光辉时期。我二头肌练到最大的时候，曾经拥有17寸的二头肌。好，200收。嗯。虾仁怎么卖？虾仁300，300。宝庆也缺阿姨哦，自己找啊，我都找不到了。沙拉，你如果生菜沙拉用的是和风酱或者一般的沙拉酱，没有用啊，热量还是很高啊。画面不清楚。
块耶。龙爷哦。哎。画面不好，我也没办法。今天讯号就不好啊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讯号会不好。脸书今天讯号不好，没办法怪我。我已经把我能开的网路都开了。Andy 早。Andy 你要什么东西？30分钟到。30分钟到，可能无遐多，30分钟伤久啊哦 ，Andy。好。今天解放军在台湾周围演练，什么原因？打被派来啦。真的要打就来打，打一打啦，我就不用找阿姨，不用努力了啦。嗯，一切百废待举。从头再来练过，我才有机会致富啊！
谢我啦，是你们想看也才行啊。如果不你们不想看的话，我开着直播也是没有人看啊。别人的伯母吗？别人的伯母很有钱，也可以啊。有没有有钱的伯母来？我今天还没完哦，他可以，好，开始。来，给妈走。来，猜猜你的料饼。草虾仁跟他无炒。今日无炒虾仁。我这是几仁？一般黑仁安尼啊。这啊，这白虾仁，白虾仁，白虾，会使啊。快菜来啊！不用不用，变啦。阮家规边都拢拢吃冰的。对啦，我等下要出去遐食物件。哎，菜菜的啦，菜来炒先。看你虾仁啊，看你要不要。一百岁也行哦、喔，如果一百岁他拥有个家产几十亿的话，我告诉你，结婚都行。我就等就好了，嗯，等个三五年，剩下都我的。两百，如果剩下个不要几十亿、几亿就好了，有到一百岁，那更好。对啊，对啊，有计划通啊，都一百岁了。是的，我是计划通。存钱三包，三包给我的，三包我的。许纯美还有钱吗？还有这个，好，啊，这一下。
如果身价有几亿的话，半年、一年、两年，去去金嘎姐，拜拜，咬一下就过了 ，OK， 拜拜，对不对？如果还没感觉，蓝色小外丸吞一吞就好。再怎放不进去，再怎样也要把它撑过去。哎，对，谢谢。好，回。黄气儿，你个好，你个好小，你食着壮人的嘴哪里？